就现在，慢慢来，因为你无期而至更改，记忆一打开，别徘徊在久未知识的原来，别掩盖，无需更改，你会明白，此刻需要一个置身事外，想比赛，不能等待，该抛开是全抛开，让爱火力全开，轻轻松松，明明白白，自自在在，秒杀奇迹败坏。对生活的不敬，应该喜笑颜开。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全由爱主宰。快乐的快，快摆卖，谁一般的存在？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全由爱主宰。快乐的快，快摆卖，谁一般的存在？病人是由于疲劳过度，再加上精神压力比较大，需要休息。再输点营养液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谢谢医生。喂。那30万，准备的怎么样？你是谁？合约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们一起办一场婚礼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帮娜娜和小钟在龙腾酒店办场婚礼，我很想知道这么做你能得到什么。果然是商人做派，这帮人就一定要求回报吗？哼，不求回报，你和我谈起条件来，那可是非常精明的。好烫！哎，你不吃吗？我跟你说，在大冬天吃这种热气腾腾的东西，就感觉世界都要融化了一样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，你不跟女人吃饭的，那我还是不勉强。你是女人吗？你是黄瓜精，黄瓜精你懂吗？喂，你从来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吧？我这种地方和我的身份不太符合。我爸说过了，人呢活这一辈子，一定要脚踩在地上，才会活得踏实。真是，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是双脚踩在地上？哎呀，只是比喻，跟你沟通电话。我很想知道，我是同事，他们是朋友，你帮朋友就是无偿的。当然。怎么样，事情办妥了？什么？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殷明君找我，说是跟夏天有关的事儿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夏天？Thank you.
总厨。哎，35万，一分不少。刚刚电话里说的不是30万吗？现在利息涨得很快的。本金多少？本金20万，一个月涨了15万，你们疯了吗？怎么，没钱呢？没钱就别撑着呀。你现在还没资格和我谈。你说什么？龙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，久等了。这件事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误会，不是误会。你是他们的老板吗？啊，是是，我是金三，您是易总吧？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都是朋友，闹出笑话了呀。你看，这龙总一给我发信息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我听说本金是20万。是没错，是这样的。你的女人怎么解决？你看着办。这里是20万，以后兜里下片远点。哎，不，这钱我绝不能要。龙总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要早知道夏天是您朋友，怎么着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啊。我手下的这帮人不懂规矩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样，这件事呢就这么了吧。改天我一定登门谢罪。好，拿着吧，不问我要利息，当你报恩了。这以后都对夏天客气点啊。当然。忙着吧。哎呀，我说马经理，你这警惕性也太强了吧。啊，你鬼鬼祟祟的跟着我，还怪我，谁知道会不会是什么变态色狼之类的。就你这个年纪啊，要劫也是劫财，没事儿。开个玩笑啊。你说是挺巧的啊，你搬过来咱们俩就成邻居了。冤家路窄。什么？眼睛好了吗？好了就赶紧回去吧，这孤男寡女的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啊。你不说我要走了，免得闹出什么绯闻来。绯闻？长得好看的才会有绯闻。你放心，你是不会有绯闻的。你看我干嘛？马经理，你是不是对好看有什么误解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呢，不太清楚你对于好看这两个字呢是怎么理解的啊？但作为曾经的校草，现如今厨师界第一美男子的我，要好心的奉劝你一句，男人的魅力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，比如力量，看到没有，岁月洗礼后的沧海桑田，这儿甚至是人生留下的宝贵勋章，还有我的胡子，你看看这哪一种不是成熟男人的标志，哪一样不让女人为之疯狂。你笑什么呀？力量，沧海桑田，你确定不是老态龙钟？你不用讽刺我，我才多大我就老了。总厨，请让我为你科普一下，这个不叫人生的勋章，这个是抬头纹，这是鱼尾纹、法令纹、颈纹，哎呀，反正都是褶子嘛。你说我怎么和你这种没有一点文学素养、没有情怀的人聊这些，真没意思。好看的大叔也是发哥那种，您这位掌勺第一美男，很抱歉，我实在欣赏不了你这种美。
彼此彼此啊。那我心里的美女呢，起码也是奥黛丽·赫本啊，玛丽莲·梦露那种啊。听好了啊，是玛丽莲·梦露，不是马嗯嗯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哪儿不美了？你们先回去吧，今晚我来守着就好了。安宁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喂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？今天的事儿你不要告诉夏天，那20万你就说是你替他还的，不然我怕他有压力。你对他真心呢？今晚之前我还不太确定，可当我看他为了钱和那样一个糟老头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就要疯了。知道了，但这笔钱呢，我跟夏天会凑齐了还给你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今天晚上我来照顾他。今天晚上我就不给你留门了。知道了，晚上我就不回去了，别太想我了。你俩能再恶心点不？好了，我走了。走不走啊？走，加油了。这龙浩谦和安宁怎么走得这么近啊？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就觉得你今天还挺酷的。你没资格跟我谈这个，忙着吧。你演电视剧啊？才发现我这么有魅力啊。不过呀，今天我觉得看到一鸣军对夏天那个样子，可以试着考虑让夏天接受他了。与其有闲情逸致操心别人的事情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帮我找回记忆吧。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之类的，比如了解事情真相的朋友啊，或者日记？你写日记吗？来前面坐。为什么？因为扭着脖子说话很累。你废话什么？上车。哦，喂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到底写不写日记？日记是女孩子写的才对吧？哎，上次明明已经有回忆的画面了，这次又没有了，到底为什么？那段记忆啊。喂，安妮，安妮。听到我吗，浩谦？冰峰，上一次是小树林，这一次又是病房。正常吗？一切正常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需不需要给他做个头部 CT 或者全面检查一下？您放心吧，他呀只是睡着了。睡着了？是的，睡着了。他可能睡得太沉了，所以才叫不醒。等睡足了呀，自然就醒了。
谢谢医生。别客气，那让他再睡会儿吧。喂，喂，黄瓜精，黄瓜精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在做梦吗？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做那么奇怪的梦？你没睡醒说梦话呢？我刚刚去了一个地方。对呀，你是去了一个地方，来医院了。我刚刚好像去了你破碎的记忆世界。破碎的记忆世界。我真的往回去，我要再回去失败。哎呀！我送你啊！是哪一颗星星呢？一定是最闪的那一颗吧。我伤到哪里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还能走吗？没事。好，还是爸爸来背你吧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爸爸，你放我下来吧，我太重了。不重，一点都不重。光你爸爸身强力壮的，可以一直这么背着你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一直背到你结婚生子，那个时候爸爸就可以背小外孙了，就像现在背你一样。您放心，等您老了，我也要这样照顾你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您说，我的眼睛真的还能看见吗？当然，你只要保持好心情，就一定还能看得见。哎，这人呐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，比如说记忆。越是久远的记忆，就记得越清晰哟。唉，活了一把年纪了，看到很多事物都会变得更美好。哎，总觉得在眼中呢，不自觉的就放大放亮。哎，你看那颗星星，它怎么看都像月亮。老爷，那就是月亮。啊？最近有没有人给你介绍男朋友啊？没有。真让人担忧哦。你醒了，是你送我进来的，还陪了我一个晚上。高利贷的事儿，安妮已经替你还清了，你就不用再想别的事情，
好好把身体养好就行了。工作上的事呢，我不会再插手。以后我还是会继续追求你。尹敏娟，我不会再强迫你接受我以后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只要负责好好生活就好了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好了。你应该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早饭吃。以后不要再生病了，我会心疼。悲伤也好，喜悦也好，对于大家来讲，生活依旧是波澜不惊的，人们还是要迎接崭新的一年。今天的婚宴菜，大家都给我上点心。我们要让娜娜和小钟的婚礼是完美无缺的。是。干活。我从未知晓，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种笑容，干净、纯粹、温暖、柔和，像是一股神奇的力量，猝不及防地敲开了我的心门。帮他们办了婚礼，娜娜的父亲也醒过来了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是啊。我是应该感到开心，但我却觉得有点嫉妒，觉得自己还挺坏。嫉妒别人嫁出去了？不是，嫉妒他们的爸爸还活着。很可笑吧？
有陪我爸爸喝过一顿酒，所以觉得很遗憾。也从来都没有帮我爸爸做过一道菜，没有帮他洗过衣服，没有帮他买过衣服，没有陪他下过一盘棋，没有为他做很多女儿应该为爸爸做的事情。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就感觉很满满的遗憾。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值得这样做。我跟我爸以前那些回忆，还有他给我的温暖跟爱，足以让我面对未来的一切困难、一切风雨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一定在某一个地方默默地守护着我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厨师吗？因为我爸临终前，他最大的遗愿就是要把天赐良缘给传承下去。天赐良缘？嗯，那是我爸爸自己唱的菜，而且是我妈唱的。每一年结婚纪念日，他们都会做那道菜，那个味道我永远都忘不了。所以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很优秀、很优秀的厨师，我要完成我爸爸的遗愿。把那道天赐良缘给传承下去，可是至今为止我都没有成功过，一次都没有。浩谦呢？啊，龙总还没下楼。浩谦，有急事找你啊，快起来！哎呦，我来了。浩谦。宝谦，不是，不是还没起床吗？哎呦，
还喝了酒。你干嘛？昨天干嘛了？哎，你都有钱？哎，那谁吧？哎，干嘛？你看看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断片了吗？龙总，咖啡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今天不上班吗？请过假了吗？我今天休息。哎，不过于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难不成你有恋物癖对不对？什么事儿快说，我下午要去集团开会的。夏天还是要坚持和那个老头子结婚，怎么办呀？为什么？别提了。今天看到娜娜和小刘的婚礼，突然我感觉结婚也不是那么恐怖的嘛。我是单亲家庭，我的爸爸生前是个赌徒，家里所有的钱都被他拿去赌，还欠了很多债。他赌输了就喝酒，喝完酒不开心就打我和妈妈，所以我从小就没有感受过什么家庭的温暖。后来他出了意外去世了，肇事者赔的钱刚好可以填补他的赌债，但我们家依然没有钱可以让我读大学，所以我高中毕业就进了演艺圈。曾经我也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我就能通过自己去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可现实告诉我，人的命运真的是不能掌控的。这么多年，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事业上，我都是失败的。也许老天给你的眷顾才刚刚开始，你怎么能轻易就说失败呢？嫁给那个男人，给他生个孩子。夏天，也许十几二十年后他不在了，我跟孩子还能继承遗产，就不用再去面对生活的压力。20万对你来说也许不算什么，可是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。你这次是认真的，不是玩玩的？当然了。浪子回头啊，挺难得的。你行了，别废话了。你不能看你兄弟我痛心所爱啊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哎，知道了，我帮你想想。想
想中会有障碍，现实摔倒，这并不出乎意料。真实有时被混淆，最终清醒有多少？心和心痛不再跳，彼此成为依靠，每一下共振的奇妙，相互紧紧依靠，紧紧抓牢，忘不掉，这样也好，让你的往昔变得更重要。当一幕幕去打开回复当时的味道，只是遗忘让它无处逃，如大幕一跳一跳，请与我迎接破晓，只是遗忘让它无处逃，如大幕一跳一跳，请与我一起去迎接破晓，让遗忘无处可逃，哪怕真相有棱角，请与我一起去迎接破晓。我帮你想起曾经忘记每一分一秒，我和你在一起也终将成为全新。